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赛后点评赛。那我们两个赛马日都是在白天举行的，在礼拜五这一天呢，同样的是安排了两场的这个大赛。那当然是最有看点的就是这个两岁幼马系列赛，它是第一关。我们这个两岁幼马系列赛呢，实际上呢，它始于这个2010年，当时呢那一年只有这个神奇百万的赞助，只有一场而已。再往后面呢，就是2011年。几乎是神奇百万在控制大局，对。可是后面呢，新西兰坐不住了，他们呢马上也派马上来，他们也开始冠名赞助，包括了这个英利舒这些的，所以就变成是两个御马国家之间的一个对决。我们试着把他这几年下来的这个数据呢，每一关都进行了一个统计，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点，就是发现了在第一、第二关的时候呢，你去看年龄非常的重要，就是。8月份出生的就算是这个两岁幼马里面年纪最大的了。对啊，那这个8月份的这些马匹呢，大一个月大两个月都是优势。我们说回这个礼拜的这一场第一关呢，1、2、3、4前四名啊，刚刚好是这个顺序下来的。嗯，再回去看、就是、年纪大一点呢、啊、就表现好一点了、啊、因为他没有办法拉开大差距，都是两岁，大概就是从8月到11月之间月份来拉开差距了。对对对、可是呢，在集中在八月份出生的这一群里面呢，出头马的几率非常的高，这是以往年的数据做统计来支持的。而且呢，你发现一件事情，就是那当他2011年开始到现在头3年时间，我已经跟你讲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个两岁马的锦标赛不能太早开始。是的，太早开始呢，第一马匹成熟不够，第二呢参赛马匹不够啊，今年就真的是从善而流啊，如流啊，就听我们的那个提议，现在4月份才开始，第一次那么迟才开始的。对，我们也是看过了，就试图从这个里面再发现一些就是给我们接下来有一个指导意义的。还好现在只是第一关，第二关的时候呢，不妨留意啊，没有数据说他不能连胜，但是呢尽量去看那些跟他年龄接近的，年龄大一两个月，在早期在这个系列赛开始的这个阶段呢，在早期很占优势。对啊，从两个点去看他们，一个身形比较大一点的，第二个就是年纪大一两个月的，那就更好了。哦，都是占优势。可是到了后面呢，尤其最后两关呢，一场这个20多万，那就不同了，那就是精英赛了嘛。那些全部出来了以后，大家年龄已经是没有优势了。所以投五次了，我们用这个标准来试试看、投五次全是9万块的。对了。好了，那我们的这个礼拜五也是挑出来的三场赛事，包括两场大赛，还有一场比较有看点的赛事跟大家去评说一下。首先我们说的这场赛事呢，喜事这匹马走位啊，真的是我觉得。不要就是去怪他这一场赛事表现不佳，他还有改进的空间。对对，因为这场赛事呢就没办法控制得好，这匹马也是有一点脾气。是的，我也不能怪骑师，因为有时候呢排外栏你这样子走就好像没有办法。我们来看他的走势是怎么样，为什么要批评这匹马的走势，不是批评骑师啊，黄色彩衣就是喜事。你看，因为他这场赛事呢排位排在大外栏的关系，一直呢他都是前速不是太慢，但是因为前面的马匹也抢得蛮快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可以移进内栏啊，最少移进第二点，你看他就抢口了，抢了一下头两天没有遮挡是最严重的问题。一直到现在你看沈文乐没有办法把那个平衡做好，只能就是让马匹自己去走，没有遮挡这匹马前面一抢口呢，就害得他那个脾气呢不是太服从这个骑士的侧骑，所以到最后阶段虽然说跟上次一样追上来，但是呢就是因为有一些不是太舒服的感觉了，马匹的冲刺呢就没有灵力。所以下一场赛事我希望这匹骑士呢不要排在大外栏，因为他的脾气那么坏的话呢，要排在内栏到中间这个位比较好。现在在直的时候依然是走出外面了，他还是平衡不是太顺畅的。上一场赛事同样这个位上来，他的强势就强过今天很多，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前面那一段望空抢口啊，影响他的那个表现。所以这匹马呢有没有升级，我觉得呢这匹马应该在这个评分67了还可以有一场赛事在手，然后往后再看他的进度怎么样。总之呢这场赛事呢是输在前面发脾气而已。那我们来看这个走位系统啊，它其实实际上一直是在这个外叠，尤其是到了直撑的时候还被前面太阳光谱呢是其实阻住它的去路，都没有办法给它说是这个时候去露头，所以相当于是大势已去的这样的一个境地了。那我觉得
今天就是排位抽的不好，这个是运气。那接下来呢，排位改进的话，他的成绩一定会好。我们注意看这个啊，在出闸以后他的走位，大外栏往里面去切进，黄色彩衣的就是他的马匹了。这笔喜事，因为今天这一场赛事要抢领放的马匹非常多啊，前面已经三匹了，他现在呢第二军团的最外碟，你看马头已经向天了，这个情况下，所以就算是显文诺也是无可奈何，但是他已经是尽量的弥补这个在早段的这样的一个劣势，他尽量让马匹安抚下来，他能做的只能是去挽救，到最后呢只能跑一个接近的这样的一个第四名回来，都算是没有让这个我们过分的去失望。那希望呢他保持现在这个状态，接下来呢等机会去到合适的场合的时候呢，这匹马呢不会让你再失望的了啊。那我们看完这场赛事呢就要不，我再提一点，就是你不要怪显文诺，因为马匹在外栏一冲出来之后一望空他想走，但是显文诺心态说如果你早走就没有后劲，是的，他就必须要控制他，他没有拉他控制他，最不好的地方就是刚刚没有遮挡，有遮挡呢整个形势不同，所以马匹有那样剧烈的反应啊。对了，可是他幸好是大师傅，没有手忙脚乱，要不然三四次这样扬头的了，现在一次已经给你面子了，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还不要过早放弃这笔喜事，总之他下一场赛事不要排外栏就好了。好了，我们看完这场赛事呢就要说回这个我们这个两岁幼马的这个第一关了。那其实参赛马匹并不多的情况下呢，这匹就是占了这个年龄优势了，这是我们这一次的重大发现。接下来呢我相信呢你用这个办法去找第二关的马匹呢应该也是拖不会拖这个前三的。对啊，要找那些出生日子哈，这个很重要，只是前两关啊，后面就不敢保证。 在那个网上那个资料是有的哈，对啊，所以就可以找清楚一点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场赛事。好了，看这一场就是两岁的幼马锦标啊，这个参赛马匹不多，七匹而已啊。这七匹马当中呢，只有一匹呢就是曾经参加那些威德彪西马赛事，所以有两岁马已经出赛过，但是这全部两岁马的比赛呢，这一场就是第一次。那斯达来说呢，就是这匹七号的燕约胡勇呢，就是最厉害的，也走势也不错，在前面抢，但是呢，最后呢，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这个主动性啊不够，最后阶段呢那个体力没有办法可以坚持到底，而且呢走势不规矩也是个很关键的原因。现在你看到不错哈，但是呢最后要发力的时候呢他就斜外了，一斜外呢那个速度呢就减慢，减慢就给这一匹后上上来的闪电将军刚刚在他旁边，两匹马就是相距不是太多，但是你一匹力弱一匹在冲的时候呢，通常就是后上那匹的演出会比较好。而且我们也常说这个两岁马呢有时候这个下鞭呢也是一个非常头痛的事情啊，因为它年龄太轻了，太青涩的情况下你用鞭打它的时候呢，它的反应呢不会像那些已经成熟的马匹，它会有逆反心理甚至是惧怕。那我们也刚才看到直升的时候呢，闪电胡勇呢一下鞭以后马匹呢实际上是变慢的，就是这样的话就是一个信号，就是不受鞭，因为他年轻你没有办法怪他。而后面那匹马呢他会学，他有遮挡，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走去外碟，我们看闪电将军啊怎么做啊。燕月胡勇先下鞭的啊，下鞭以后呢里面这其实闪电将军也是下鞭了，往外闪更严重，可是呢马上他就换鞭换手换去打外右手边，但是就是这样子的情况下呢，他多大你一点这个出生日期啊，这个几个月啊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所以他实际上是这场赛事年龄最大的闪电将军。我总是不怪这两岁马的了，就算你现在斜跑啊怎么乱撞我都不怪，最重要就是那马是看到这样的状况陈超或者是在马房里面呢就要把它纠正，或者是用一些马具来帮他一下。通常这外闪呢首先不要做什么眼罩，口贴弄一个有两边有环的挡住它那个敏感度啊，然后呢再看多一两次才做一些什么眼罩的东西啊。是啊，那看完这场赛事我们就来礼拜五的这个大赛了。礼拜五这场赛事呢，那三岁马齐聚一堂，眼看着这个三冠王就要诞生了。对啊，因为头关第二关都是快恩仇，这匹马呢我觉得他最难的一关就是第三关，因为呢他今天赢的那一匹朱匹特金他最擅长就是千六，对，今天我输给你，下一场可能报仇，就看他有没有这个能力了。我们先来看欣赏一下这场赛事。不过
快意恩仇的演出呢，一向给我的印象都非常的好。这匹马从第一次出赛我都没有走漏眼啊，就看得出他的潜力不错。当然他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呢，也是他本身的那个进度啊、骑士的功劳啊，甚至是练马式的训练呢、啊、是帮他一把的。当然马匹本身呢也是一匹非常好的马匹。他优点在哪里呢？他优点那个心真的是很雄的。为什么这样说呢？等一下你看最后那个50公尺这匹马给这一匹掌上明珠威胁的时候，他没有怕外面那匹朱皮特金，因为追上来他看不到，但是他就看到里面那匹掌上明珠追他，一看的时候呢，哇，那个脚步啊，马匹好像会跳上去，自己反应的。当时其实没有其他的，你看前面第三匹呢，就是快意恩仇啊，很快超越前面那两匹前领马匹，这个难度不高，他一向的跑法都是这样子的、啊。伯奇伦也没有说是刻意去打变的，通常用缰绳去告诉他分缰啊，你要快加速，他有加，然后呢关键的时候呢打两边，就是这个是习惯性的告诉马匹你不要停啊，你看差不多来了啊，现在差不多赢定，马匹也是放松了，但是他眼睛一看到掌上明珠，你看他的脚啊，你看他的脚啊，突然间就是往前跨上去，就是等于说他自己变速。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会换挡啊，嗯，这个我们在转弯进直程的时候常常看到马匹换脚，到了这个终点之前的时候还能换脚变速的不常见呢、啊、非常罕见，可以说马匹的高下从这里就分出来了，不用再看很多场了，现在可以定义它的这个能力在哪里了。而且我要强调的是，这一场赛事实际上这个步速呢是在这个赛程上面是非常快，快到变态的。他今天也是改了战术了，没有留前斗后，在前面跟你的步速走，所以没有像这一匹朱比特金这样留得特别的厚。在这种情况下呢，就给他最后赢马创造了机会，他在后面还能拿得出这个所谓的后劲，前面已经这么快的步速之下都顶得住，到千六应该是没有问题。这也是信心从何而来呢？伯奇能他赛后接受访问这样讲了，千六我一点都不怕的，就是从这里来的。所以今天他用了一个跟前跑法，还有后面这样的表现，我们接下来我们不会为他担心，我们为朱比特金担心。当然了，下一场赛事就是争夺两百，以他这样的那个越跑越有劲，只要伯奇能把他那个前面的速度体力分配的好的时候呢，一定要在这个朱比特金前面三个马位转直程，要不然你的后劲没有办法跟朱比特金斗的哈。而且这件彩衣啊，我们看了也是非常的熟悉，就是姜炳仁、嗯、而且我在这个赛后回去做数据统计，两岁幼马的时候呢，记得2010年就是姜炳仁一匹两岁的时候出来的，就是同马主的那一个，对哈、然后现在7年之后历史重演，这位马主再次获得一匹好马，是不是我觉得冥冥之中自有天定呢？对啊，五月的时候呢，这个三关赛的第三关就会举行，我希望这几匹马都可以同场比赛，当然天行者也希望他能出来哈。他这次退赛是因为食欲不振呢、对啊、好了，我们来看看裁判报告，在礼拜五这一天呢，发现这个5场6号的魔力马鞍华仪，而6场3号达西太子则是心律不齐，6号的多维尔右前蹄蹄铁脱落，而8场5号卫星动力是喘鸣症，10场1号的罗塞利赛后发现流鼻血。来总结一下这3场赛事，第3场4号的喜事全程外跌不受控制，第5场3号的闪电将军成熟有劲先拔头筹，第9场2号快意恩仇再过一关，三冠王快出现。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很快把礼拜五的赛事就过完了，先进段广告，广告回来我们接着看星期天的大赛。